来吧，今天的目标人数是82人，现在是55人，所以我们要干嘛？我在问各位啊，我们要干嘛？这种静候的时间哦，安静等候嘛 ，right？ 这种静候的时间呢，最可以看出所有的事情啊。静候的时间呢？我是没什么功力啦，但是跟很多小朋友比起来啊，你们知道很多小朋友静候五秒钟都不可能啊，你就要等五秒，等于要他命吗？那各位小朋友，我们来看看你们可以静候多久，知道吗？现在57人嘛，对不对？还记不记得我们昨天说过？我们要把你们这些很忠诚的支持者分组，分成两组。第一组，笔记组，你就提醒自己听我分享一个小时，记下一个你有感觉的地方，一个就好。你有感觉的地方可以是知识性的啊，也可以是人生哲理面嘛，也可以是亲子教养面啊，都可以啊。你一个小时看你对哪一句话有感觉吗？哪一个观念有感觉啦？在英文里面叫做啊 write down what touched you。Write down what touched you。你们如果一个人九点多在家里上线 ，What touched you 就是你听到一半，好像背后有人碰了你一下。我讲的高级冷笑话，你们都没有笑。Write down what touched you， 还是 Write down who touched you， 谁摸了你一下？Touch 就那个意思嘛 ，Who touched, right? Say touched. 那你跟人家讲说啊，我好感动。我们台湾人最喜欢说我好感动啊。我们台湾社会有一些现象我自己觉得非常有意思啊，因为我自己就是台湾社会的一份子嘛。有一些现象，譬如说啊，有一个现象叫做，你们有没有常常听到人家说我好感动哦？我常常听人家说我好感动。我在想说，真的哦，你有这么容易感动吗？还有一种叫做我好感动，我感动都快哭出来，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哦，我感动都快哭出来了。这就有点像一个女生跟一个男生说：“我好爱你哦，爱的我差点就要当你女朋友了。”然后这个男生说 ：“What？”你爱我爱到差一点要当我女朋友是什么意思啊？你感动到差一点要哭出来啊？啊，就是没哭嘛，是吧？我感动到差一点哭出来，似乎认为差一点哭出来是一个形容词哎。那我差一点中乐透啊。你不会拿来说，嗯，你看我差没有啊？你说我差点中乐透，就是充满了悔恨，不是吗？结果你说我差点感动到，我感动到差点哭出来。我们台湾社会有第二句很喜欢讲的，叫做爱台湾啊。我实在是不懂，你每天说爱台湾是什么意思？我是真的听不太懂，你一直讲在干嘛啦？知道吗？我是常常讲爱孩子，是因为我是写给别人看的啊，你知道吗？
我写是有目的的，我常常写"爱孩子"这三个字是有目的的，因为这个字常常出现在演练里面是有道理的。就是我有我的目的啦，我不是常常挂在嘴边，把它做出来就好了，不用一直讲，一直讲很奇怪啦。那如果常常讲"爱台湾"这三个字的人也是这个意思了哈，常常听到常常，那我也可以接受了，我可以接受了，但是我不认为多数的人是这个意思啊，它好像变成一种口号啊，喊一喊这样子啊。好不好？好。所以当你说你感动的时候，你英文叫做 "I'm touched"，被碰到啊。会讲这种英文吗？"I'm touched"。别人送你东西的时候，不要再说 "Thank you" 或 "Thank you very much" 或 "Thank you so much" 或 "Thanks a million", "Thanks a billion", "Thanks a trillion", "Many many thanks"。可以不要再这样了吗？你们英文老师只教你讲 "thank you"，那我教你，人家送你东西，你就说什么 "I'm touched"，结束了。我跟你说，那个美国人会说："哦，有读书哦，I'm touched" 就好了嘛。人家送你什么东西，你就说 "I'm touched"，知道吗？非常非常简单的一句英文啊！你以为我只会教你这个吗？你如果再更上层楼，touch 叫碰，比这个再高级叫推啊。I moved，M O V E D 啊，I moved，我被动了，感动是这个 I moved，OK？、Okay? 所以你可以讲 I'm touched，或者是 I moved。如果是你一个办公室的同仁的话，你就常常讲 "I'm touched, I'm touched, I'm touched, I'm touched"。等到他送你一个大拖的时候，你就说 "Oh, I'm moved"。会不会？懂不懂？我在教你们英文。你不要以为我每天只会教你 "purple move"，好不好？你以为嘞？你以为嘞？OK，我的英文好不好？好。好，你个头了，这样就叫好，那还得了？那还得了啊！再一次哦，人家送你东西，你第一个可以说什么？可以说 "I'm touched"。第二个可以说 "I'm moved"，Yes。第三句，你不要以为我可以讲30句给你听。第三句叫做 "I'm more than"。Touched，会不会？知不知道什么叫做无赖？知道吗？无赖的痞子就是我这种无赖的英文学习法。你只要学一个单词，我就要教你怎么把它拧到干，知道吗？拧到干啊！I'm touched, I'm moved, I'm more than touched。来，自己举三反一。第四句话怎么说？I'm more than moved。哇塞！你看，我教你不到3分钟啊，你讲得出这种英文了？I'm more than moved，OK？I'm、okay? more than moved 的中文怎么说？叫做我感动到快要流下泪来，好不好笑啊？哎呦，我是不是进入弥留状态了？你们好啦。人数够多了，我刚一直跟你们讲了91人了。今天的 title 叫做什么？叫做"亲爱的，我把 phonics 变简单了"。有没有看到那个"亲爱的，我把 phonics 变简单了"？我们就来继续谈一下什么叫 phonics，好不好？Phonics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unds and letters。它在描述。声音跟字母中间的关系，然后我们都说，当一个人会 phonics 的时候，当我们说这个人会 phonics 的时候，我们台湾流行一个骗局，叫做看到字就会念，听到声音就会写。我们台湾流行这句话。那我们就来看看好不好？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你看到字就会念，然后你听到声音
就会写，因为可以拿证据出来，不是吗？就拿实证就好了，不是吗？好不好？我们来试看看吧。那我现在分享画面哦，好，我们来看看要看什么，看什么都可以啊。嘿，分享画面，嘿，嘿。你们现在看到的东西是不是我的桌面？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嘿，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不就好了？我自己来看一下我哈，我在这里。你们现在看得到桌面，也看得到我这个人吗？是吗？现在看到的是什么？你们现在看到金字塔，对不对？那我们就看看你是不是看到就会念嘛。那么就从 P A 开始啦。你是不是看到 P H O N E M I C，right？你们看到这个啊？P H O N E M I C 吗？没问题吧？啊，大家记得了哈，那个字啊，P H O N E M I C，OK，可以吗？大家还记得吗？P H O，right？N E M I C，来，怎么念？right？不是啊，不，它不就这样吗？你看到字了吗？那、啊、怎么念啊？P 怎么念？P P P 怎么念？P 念 p。H 念 her，然后你说等一下，我有记过一个规则叫 pH 加在一起叫 fer，OK，非常好，非常好。O 怎么念？O 你记得有个东西叫 R 嘛，对不对？例如 dog，OK，所以 pho 叫 far，right，far。然后 n 念 n 嘛，然后那个 e 是不是要念 a，e e e a a a 嘛，所以到目前为止叫做 far 跟 ne 嘛。再下一个是不是 MIC？MIC 是不是念 MIC？就是 far ne MIC far ne MIC，这样叫做你会 phonics，知道吗？你念它叫 far ne MIC 三个音节，你看到这个字，你说它叫 far ne MIC，这样叫做你会 phonics。那你只是不知道把它放到音节里面的时候，第一个音节怎么念，第二个音节怎么念，第三个音节怎么念，你不知道它要念几声几声吗？那我有一个专利，叫做简单的语调表。简单的语调表，它是一个矩阵，这个矩阵啊是四乘以四。它从最左上角开始是一声，轻轻轻，再来是轻一轻轻，再来是轻轻一轻，再来是轻轻轻四，这样的一个矩阵，得到了专利。它叫做任何音节的单字，你就套到这个矩阵里面。如果重音在第一个音节的话，它就这样，你就用这样的高低去念它。叫做的，如果重音在第二个音节，你就念的；重音在第三个音节就是的；第四叫的；如果是三音节的话，就叫做的；或者是的；或者是的。刚刚那个字就是三音节，所以你只需要去猜，它是重音在第一音节还是第二还是第三？你猜它是一的时候，它会哼成的的的，它会念成 phonemic phonemic，这样
如果你猜它在二，它叫做的的的，它就会念成 phonemic。如果重音在三，它就会哼成的的的，它就会念成 phonemic。有没有问题？一直到刚刚为止，叫做 phonic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tters and sounds，一直到刚刚为止都叫 phonics。它不难吗？一直到刚刚为止都不难。可是我们去包装它，说 phonics 叫到看字就会读的时候，当我们包装成这样的时候，有一个巨大的落差就出现了，有一个巨大的落差，叫做你告诉我的规则叫做 phonemic，或者是 phonemic，或者是 phonemic，你告诉我的规则是这样。可是我真实世界里面听到的时候，它叫做 phonemic，它的 fa 变成 f 了，它的 a 变成 e 了，它的 e 变成 e，它变了。你们在家里听，想想看我说的。声音变了，它变了。Phonics 告诉你一件事，结果在真实的世界里面，它的发音变了，它变了。那我怎么能够看到字就念？因为它变了。我可以看到字就念出 what it's supposed to sound like，它应该长什么样子？我可以啊，我看到字，我说它应该要念成 phonemic 或 phonemic，可是它事实上是不是变了？你们可以理解，它事实上变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在讲一句话，而这句话家长吞不下去。所以孩子要忍受哪一句话，家长听不下去，就是我说好，你们学的 phonics 是有规则可言，70%的字都遵照这个规则。这句话是故意的逻辑陷阱，它是挑缸诶，很要不得的宣传手法。当你说 phonics 的规则适用于70%的字的时候，你要同时告诉这个人，我说的那70%指的是单音节的字，你必须要加这句但书 phonics。只适用于单音节，这是我说的。我不是说它到双音节会渐渐的从70%变60%，然后到三音节变50%，然后到四音节变30%。我不是这样说的，我说单音节 only 它。只适用于单音节的字，我可以告诉你一个语言学上的理由：英文只要超过两个音节，就必须分出重音节跟什么非重音节，对不对？它只要两个，它就一定要选择一个东西叫重音节。然后另外那个东西叫做轻音节，对不对？这个是数学定理咯，它只要二的话，就一个重，另外一个是轻，对不对？那一个轻的音节，它的母音，不管本来是什么，它都会因为要变轻的，就变弱的。
它就变弱化了，它就会变成不管它本来是什么，它只要变成清音节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什么？它就会变成OK？香蕉是最典型的例子。把那那的第一跟第三个音节都是清音节，所以它不会念成把那那，它会弱化，它会变成 na，n。它的第一个音节会变成 b，它的第三个音节会变成 n，这个是定理，对不对？弱化嘛，它一定变 e 嘛。现在问题来了，它当初是什么？都弱化嘛，它当初是什么母音都不重要，它都弱化成 e 了。Yes。当初是 a，它变成 e；它当初是 e 变成 e，a 变成 e，a 变成 e，i 变成 e，o 变成 e，是不是？它会变嘛？它弱化成 e 啦。请问你，它已经弱化成 e 了之后，你是不是听到声音了？你听到声音，照理说你听到声音要写出来嘞，听到声音要写出来嘛？可是它弱化啦。它弱化以后，你怎么知道那个 在弱化之前是 a e i o u 的呢？你怎么知道它弱化了？你怎么知道？OK，我们来记一个笔记好不好？你去学五个字，第一个字叫做 about，a b o u t，OK，a。B O U T 叫做 about，right？about，你同一个字把第一个 a 变成 e，叫做 e b o u t。第三个字你写 a e i o u 的 i，你写 i b o u t。第四个字写 o b o u t。第五个字写什么？U B O U T，OK？你们是不是写了五个字？第一个字叫 about，后面的每个字都叫 about。我有没有说错？后面的每个字都念 about。有没有慢慢理解什么叫做 phonics？归 phonics。看字读音。不是，它不是，no，it doesn't work like that。你不能说看字读音，因为我跟你说过了嘛，它有的的的的的的的问题，它还有清音节弱化的问题嘛。你看到你是不会念的，更不用说那200个 sight words，再加上层出不穷的例外啊。你会不会 phonics，跟你有没有办法真正意义上的看到字就读出发音是两回事嘛？你会不会 phonics，跟你有没有办法看到字读出声音是两回事。你会不会 phonics，跟你听到英文可不可以准确的写出它的拼音也是两回事啊？因为我现在跟你讲 about，你写 u b o u t 也是对的嘛。我上次跟你们说 place，我讲 place，你讲 place，跟你讲 place，你都是对的，那哪个是对的？Yes，phonics 跟其他承诺你的那些能力，它不等同啊。所以今天的标题说，亲爱的，我把 phonics 变简单的意思是说。我们让凯撒归凯撒，上帝归上帝，让 phonics 归 phonics，该算 phonics 的，我们不会强调他的功劳吗？该归 phonics 的归 phonics。可是不该归到 phonics 的，千万不要
混为一谈嘛。从 SO2 的金字塔看得很清楚，Phoenix 是红的，绿的叫做背单字，对不对？中间是不是个东西叫黄的？黄的东西啊，我刚刚破天荒啊，我教书30年了，我破天荒的自己拿起手机拍我的学生啊，我最讨厌的就是老师拍自己的孩子啊，就好像是猴子很帅，可是为了其他的孩子，我就豁出去了，我播给你们看好不好？可以吗？你们很兴奋啊！我播给你看，我的班到底长什么样子？你以为我是邪教哦？你以为我都没有在上课吗？我真的播给你看啊！我录了大概4分钟啊，所以等一下可以快转的地方，我切到某些地方给你看，好不好？你们要替我鼓掌啊！看看什么叫做黄色的，好。告诉我有没有看到哦？哈，知道新闻条，为什么我有多以你们为荣，知道吗？知道。我没有在拍你们，你们在比什么耶？我知道啊，我在偷袭那马老师。来吧，然后再看起来就是在录。为什么没有黑胡椒鸡翅？一二。三，我的天哪！没有，我讲吉祥了。一二三，来吧！你们这些猴子已经犯法了。一二三，来吧！他对了，来，一二三，来吧！Jizu Award，从头啦，用背的预备器，不要忘了 Jizu Award 开始。非常好，来吧。好啊。你们只会背这个了，还有呢？从第一页开始好不好？看的哦，看的，然后念越快越好。我们用飙车好不好？Henry and no brother，预备啊，不用了，不用了，好了，预备起。你们这样太快，这样不是停停停，这样是太快，但是可以快一点点，可以快一点点嘛。Henry and no brothers and no sisters，预备起。Henry and no brothers and no sisters，
非常好。自己鼓掌，来吧。来 ，hundred 怎么拼？我怎么又在？我怎么没有把他们这样？啊，停止分享，停止分享。好好好好，来替他们鼓掌。你们是不是大概可以理解我在说的 fluency 是什么意思？就是这样啊，他们不会啦，他不会啦，他们都讲，他们不会，不会什么？你要不要知道脑神经专家在说什么？他们现在会 fluency and accuracy， 他不会单字跟文法。他不会啊，知道吗？我最后故意问说 hundred 怎么拼呢？不要说 hundred， 他们连 Henry 怎么拼都不会，好不好？他不是这样学的，这一件事情不是这样学的。他是怎么学的呢？他是一群孩子，哎，我跟你讲哦，这是这学期他们才上这本书哦，你知道吗？他们现在会背两个 chapters， 整本书才七个 chapters， 一开始很慢啊，现在是一天两页，连念加翻译哦，到后来可能是一天六页，连念加翻译，回家不用写功课的啦，一个礼拜跟我上一堂课而已嘛。你真的照全美语那种规格，一天四小时都不知道他背到哪里去了，好不好？它是个逻辑问题。这些孩子会什么？他会看到 ，illustrated by Cynthia Ryland， 他会看到这个，他就他数都来不 ，illustrated by Cynthia Ryland， winners of the Theodore。他就这样看这样看过去，你问他哪个字是哪个字，他说你等一下我数一下我可以数得出来，他就从头数，你知道吗？那是什么意思？那个叫做他看字读音，你们恍然大悟，这个叫做看字读音，不是 phonics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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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因为我一直强调，在真实的语境下，真实的语境下，它到底会什么？真实的嘛？真实的语境下，它有没有办法看到字，把声音读出来嘛？最穷举证明法就是，它看到字，
从头背到尾嘛，它就可以读出来了，不是吗？它就背到尾了，不是吗？然后呢？然后它是不是 achieved fluency and accuracy after they have achieved fluency and accuracy? I will ask them to point at the vocabulary that they are so fluent and accurate in saying，这样子的话，你会念了以后，你再指着它嘛，那是不是嘴巴全自动，耳朵全自动，手跟眼睛半自动嘛？因为他念都不假思索了，他念是不假思索的。然后开始去指着那个字，眼睛看着那个字，然后呢，没有人需要教他嘛。Everything happens inside this skull。所有的事情都发生，所有的奥秘都在这里面，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啦。可能在40年、50年以后，脑神经专家会跟你说，在 fluency 这边哪里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到上面的时候哪里发生什么事。可是现在还没有到那么厉害了，他们只能够大概猜说，你先让一个小孩不假思索念出来，然后你让他看着那个字，然后他就会了。vocabulary 这样学嘛，好不好？这我跟你说。我现在说的这件过程，你们刚看到的，久的大概5年了。你看有多么有心的家长，才可以忍耐，跟我这种大师学英文学到第5年，他的小朋友才在看绘本，而且是眼睛闭着也可以看啊，就是在背绘本，他就是这样子，你知道吗？你们一定要去想，台湾要变天的话，phonics 是这样学的，reading 是这样学的，因为我都没有骗人嘛，我的师生比1:16嘛，我一个礼拜上2个小时嘛，他们回家都不写功课的嘛，就是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大概5年嘛，你知道吗？这种环境大概5年了，哎。我的环境跟偏乡小学有什么两样吗？就是在不是很 ideal 的条件下啦，5年会变这样啊，好不好？你真的要盯，我觉得1年也差不多。真的要盯的话，啊，干嘛盯小孩啦？你小一开始学，小五可以变这样，有什么不好？呀，你们可以猜测他明年会多厉害吧？我的东西是爆炸的。任何跟你说学语文是线性成长的人都在骗你。任何跟你说啊，你上完第一级2学期，再上第二级2学期，再上第三级2学期，那种逻辑都是在骗你的。他应该是你的小孩，看起来什么都没在干啊，3年，然后第四年的时候爆炸着。因为我是用母语的逻辑在教外语嘛。每个小孩是不是都前3年跟哑巴一样？第四年就要闭嘴，你知道吗？前3年哑巴，第四年停不下来，好不好？今天这样我希望有比较，让你们看到 fluency 长什么样子，可以吗？好，fluency 大概长这样了。来，我来回答。浩博老师说：“老师晚安，我想问香蕉题，OK？之前的 PA 哥 Line 机器人 Say Banana 会出现两种念法，其中一个是巴纳纳，请问这个念法是某个特定区域口音或特定用词吗？如果你用我们的 PA 机器人啊，免费的嘛，对，如果你们下载我们的免费的 PA 机器人。”你输入字，我会出现我的双语注音符号，然后我的录音档嘛。然后你听到 banana 的话，应该是被恶搞了吧？我没有录过了。
我没有录过那个了，他就是 banana 嘛，啊，他就是 banana。我真的很希望你们回头去听一下那些小朋友啊念的那个，然后你去上网去啊，不对，我请哎，大千在我对面吗？我们把他们刚刚念的东西的文本给你们吗？你们再听一次，你自己对照着看。他们刚刚的 fluency 里面有内含着 vocabulary and grammar， 他们内含了文法，你们知道吗？因为我上次跟你们说过，英文的语调本身啊，声音本身藏了文法吗？ Not a short one, he said. Not a curly one, he said.And no pointed ears 的这种东西，它都内建了文法的概念，因为要对比嘛，强调字就大声嘛，虚词就小声嘛。你们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我再解释一次哦，我用最简单的念法给你听。比如说我说啊 ，I do。结婚的时候有没有 ？I do, I 你听看看哦，哈 ，I do, you do, we do, they do。你有没有听到轻重？轻重，轻重，轻重，你有听到对不对？纯粹就声音而言，你就可以知道轻重，没错吧？纯粹声音哦，你知道轻重。你只要知道轻的那个东西是矮，我嘛矮的时候它是不是代名词，矮是不是代名词，那么所有的代名词都轻的。 Of course, 有没有听过这个字 Of course, 那 of 是不是介系词，所有的介系词都念轻的。我讲这句话你可能真的再想个三天一下，沉淀一下。我说所有的介系词都念轻声，你会觉得这没什么，因为你没有想过倒过来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我再说一次哦，所有的介系词都念轻声，这听起来没有什么，这听起来像是发音课，可是倒过来变成文法课，因为所有你耳朵听到轻的东西都是什么词？介系词。这样是不是叫做用声音学文法？我很多年前开过一门课给小朋友的，叫用声音学文法吗？好不好？从左边到右边去叫做介系词、代名词、定冠词，念轻声，这是从左边过去的，这个叫做发音班、语调班。可是你要去想的叫做，当你把这个 process， if you put it in reverse， 它倒过来的时候，叫做你只要听到轻的声音，你就自动知道它要么是定冠词，要么是介系词，要么是代名词。所以你不用学文法，你只要确定你的发音的语调是对的，那个文法是内建在它轻声还重嘛，它轻还重，你就内建了，好不好？那你如果理解了这个逻辑哦，固定的词性一定念轻声，固定的词性一定念重的声音，你理解这个逻辑之后，最可怕的就是台湾的那句话了。我们开始说发音不重要了，能沟通就好，是不是开始讲这个？所以我们会说出什么，你知道吗 ？I have two books， 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I have two books， 呀、yeah? ，你们在家里自己讲看看 ，I have two books， 是不是很顺？你听过这句话吧？Yes, I have two books. 请问你，对一个美国人来说，
第一个字哦，第一个字重还轻，我就只要问你这个就好。第一个字是重还轻 ？I have two books 是重还轻的？它是重的吧？它只要是重的，它就绝对不可能是代名词嘛。它不可能是代名词，所以你一讲英文，美国人就听不懂了。你讲第一个声音，他就听不懂了，因为你的第一个声音叫做 I have two books， 对不对？他脑袋里面搜寻过所有的单字，他脑袋会自动过滤啊，所有的介系词一定不是这个台湾人说的，所有的代名词都不是这个台湾人说的啦，他一定在说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嘛。那什么 I 哦，那我知道他在说眼睛 I 这样对，所以他听成 I 了啦。我又激动了，I have two books 是谁教的？学校老师教的。还有一句英文是电视教的，那个就是对的。真实世界的语境叫做我爱你。我爱你英文怎么说？ I love you， 是不是这样？是不是 I love you？ 你第一个字是不是变 I 了？请问你 I love you 的 I 是不是轻的？I have two books， 那个是不是重的？请问你那是同一个字，它同一个字为什么在电视上是 I love you， 有没有 I？ 学校老师教说 I have work， 你不要小看这个 I， 跟这个 I， 你不能小看这个声音嘛，因为这个声音在美国人的脑袋里面等于文法嘛，它等于啊。一去不复返的话就没有啦，好不好？ Of course， 哈？ Of course， of course，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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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Of course， 你一听到 of course， 你就不知道你在说，我跟你讲，你就没有了。他很残忍，你知道吗？讲英文讲到最后，最后的最后啊。只剩下语调，只剩下语调，它是最残忍的一件事，它只剩语调，相不相信？我弄语调给你看啊！我真不会了，叮叮叮叮，有没有听过？知道吗？叮叮叮叮，叮叮叮叮，是不是这样？就语调就好了，我管你念什么。它是语调逻辑，全部都是音乐啊，全部都是音乐嘛。Not a short one, he said. Not a curly one, he said. And no pointed ears. 好不好？来，我看一下你们问的问题哦，哈。那 I have two books 的正确语调是什么？突然不会说了。That's because you have never been trained in fluency. 知道吗？ You have never been trained in fluency. 才会突然不会说嘛。I love you, 你会说啊。I love you, 你就有 fluency 嘛。知道吗？ I love you, I hate you, I eat you, I drink you, I dine you, I want you, I love you, 懂吗？它是一个套路嘛。I love you 中间叫动词的原型，你去字典找出100个动词的原型放进这个套路，你就一直念 I love you, I hate you, I eat you, I drink you, I sip you, 就这样 right? 100个对不对？恭喜你，你在练 fluency and accuracy、yeah?一句啊，一句英文句子啊，平均啊，十个单字 ，OK， 平均啊，你跟人家讲话，你平均啊，一句话十个单字，有没有听懂？平均十个，这是读书人在读书人在讲话了啦。我拿最高标准哦，你跟人家讲英文的时候，或听人家讲英文的时候啊，十个单字，可是中间会停一次。
I really do hope that you understand what I'm saying. I really do hope, 听一次, that you understand what I'm saying. 四一个字。四七嘛。I really do hope that you understand what I'm saying. 是不是四跟七?这样是十一个字嘛?是不是四跟七? Yes? 那你是不是只要把四的会就好了?你会四就好。刚刚 I love you, I hate you, I eat you, I drink you, I sip you, 你们看不起哦。你们是看不起的,我知道啊。因为你觉得这要干嘛嘛?可是 if you break it down, 一句英文也才十个字,可是通常中间会顶嘛。啊,是变五个字。啊,你先从 I love you, I hate you,Good, I love you so much, I hate you so much, I eat you so much. 是不是开始了？得得得得得，它才五个啊，它是可以算得出来的嘛。你自己去写写程式，你就知道英文的总语调数有多少嘛。我大学的时候是非常疯狂的算过了，我一直在想解决这个大公式啊，你知道吗？我再说一次啊，因为你们一定有些人是读工的啦，工科啊。平均一个人讲英文是十个单字，然后他中间停一次是变五个字，这五个字是不是只有轻跟重两种可能？那你就是轻重重重重轻轻重重重轻轻轻重，不是这样，对不对 ？My point is 那个组合是有限的，你懂吗？那个组合是有限的，呀、yeah? ，你花小学六年把这些组合就把它背出来不就好了？它有限嘛，六年啊，六年你不用背单字有够好背，你不用背单字，背单字六年背不完的啦。可是你的目的只是把那个语调啊内化就好了啊，没事啊，就内化而已啊，没有了，就这样。然后你就有 total fluency 跟 total accuracy， 然后去背单字。文法是不用学的啦，文法内化啦。我讲这句话是很狂的、啊、你们一定要相信我、啊、文法不用学，单字要背，单字要背，文法不用学，可是单字也不是用背的，单字是要把它用出来的，你不是要背它，你要去用它，用很有将去用它、啊、我讲太难没有关系啦，反正今天是第十集而已嘛，我们还有八百多集，我跟你说，我跟你讲到你听得懂。我今天兴致还不错，我给你们讲一个赚钱绝技，要不要？你真的应该领悟的是，你用我的逻辑去教外国人学中文，国语的注音的一二三四轻声的那个啊，那个组合更少，我跟你说，更少。从来没有，我从来没有听过人家是这样教中文的，用声音去教中文，知道吗？你让这个美国人练习什么？妈妈妈妈，这个是最开始的哦，最开始的，哈哈哈哈，哒哒哒哒，叫守株待兔哈，哒哒哒哒，知道吗？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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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哒哒哒哒，是不是可以填进去好多好多中文字？可是他讲的很顺喽，哒哒哒哒嘛，已经坏掉了，听得懂吗？守株待兔，守株待兔，守株待兔，已经坏掉，已经坏掉，守株待兔，已经坏掉 ，yes。那他讲习惯了，守株待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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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 fluency and accuracy， 对不对？没有到 vocabulary 哦，他只一直讲啊，守株待兔，守株待兔，守株待兔。他去讲已经坏掉，就字正腔圆了嘛。守株待兔，守株待兔，守株待兔，已经坏掉。Yes， 美国人是不是讲已经坏掉？他不会，他就是不会这个，他什么都会，就是不会这个。他不会这个是因为他没有 fluency and accuracy 的那个训练嘛，好不好啊？你把我的这个东西啊教材化，
去租一个录音间，好好的把所有的组合录一遍，你就变成我了，知道吗？你就去卖你的教材就好，也可以去申请专利啊。如果你还没死的话，你这个真的可以教，真的可以教中文吗？OK，很有意思啊！你们有，如果刚好有碰到外国朋友的话，你教他守株待兔已经坏掉，很好玩呢、啊，知道吗？我守株待兔，你已经坏掉，听得懂啊？是一模一样的语调啊！我守株待兔，你已经坏掉，我已经快要睡着了，有没有听懂？我把一句话拆一半嘛，我已经快要。睡着了，前面这段是不是很顺？后面再加一个三个的嘛？那这些小朋友刚刚在念的就是这个东西嘛？他前面加一个东西，后面再换一个东西，他就会讲英文啦。你们有没有发现，他们刚刚其实很多人根本没在看啊，这种背的啊，不就这样吗？你要的全美语长这个样子啊？你要给我5年啊？哦，5年内他学校考零分啊，啊，你我怎么办呢？所以我选立委啊，我看现在蓝白河我也不用选了嘛，反正好了，就这样，好不好？来，我很高兴进入正确的学习教室，感谢肖博士的开悟。你又知道我开悟了，我也找到为什么有时候美国人会听不懂我的英文。美国人会听不懂您的英文，是因为您的语调不是你的咬字，因为你的语调不是因为你的咬字，因为美国的移民多的是。我跟你说，你只要咬字，不用管，你只要语调对了就好了，知道吗？我举最后一个反证啊，反的例证给你们当做今天的结束。什么叫做只要声音对了，语调对了，咬字不是那个重点。我在告诉你，连 PA 都不是重点，这个斜的 PA 大 PA 才是重点，咬字不用对。我用中文解释给你们听。我如果现在开始这样讲话，对不对？我现在开始这样讲话，我的每一个咬字都是错的。我现在开始这样，是不是每一个咬字都是错的？啊，这不是证明了吗？咬字不重要啊，你声调对，我就听懂了。真的，真的，诚不我欺，真的，真的。但我们现在活在一个发音不重要、能沟通就好的社会嘛。以荣说，意思是我只要把名词、动词、形容词啥的加重，就可以唬到母语人士吗？戴以荣老师，我在网络上还有免费的语调课哦，你们去看一看，免费公益肖博士什么语调课什么的多的是，你去看一看。是啦。你把重的词性抓出来，轻的词性抓出来，你就八九不离十了。可是你要练习一下，从简单的开始练啦。OK，尤其是代名词啦，台湾人的代名词很喜欢念重，你知道吗？She is my mother，有无？She is my mother，无啊啦，无啊，听无啊啦。She is my mother，我就听不懂了。你要讲 She is my mother，我就听得懂啊。She is my mother，这我听得懂。It is raining，有没有听过？现在在下雨吗？It is raining，我听不懂。可是 It's raining，有没有？It is raining，It's raining，这我听得懂啊。好，我看到你们大家在沉思，我觉得蛮好的。来，截图。嘿，下礼拜一早上见哦，哈，
episode 11. OK? 我来播下课钟给你们听，哼给我听。噔噔噔，是不是？是不是？那就语调嘛，你们 fluency 嘛，听了10堂课就会了。噔噔噔噔噔噔，就这样。好。